哇，这不是老弟吗？今天换了个发型，看出来了，改了一下我看一下，你过来点。哇，改成这个什么银色的，金黄色啊。对。我看一下，刚染的吗？对，刚染的。今天刚染的。对。你再撞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有点骚气啊。燕子搞了这个发型，我这个发型感觉不香了。你说了多少个刀呢？100、120吧。不要。就30。30块钱啊，那染的还可以，我看一下。30块还挺到位。确实很到位。哇，你再装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有点烧了，现在烧气。真的呀、啊，有前途，小伙子。和老二来老板娘这里，一人买了个牛奶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谢谢。是啊，老板娘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喝的。给谁的？你吃吧，老二坐。你不说要商量个事吗？你要跟老二。就是你现在也没有稳定的地方住嘛，是吧？没有稳定的。然后每天你租个房要交那个什么房租，是吧？也很头疼，也没钱。没钱。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，你说想去老二那里合租。现在老二在这里，你跟他商量一下，是不是？他会同意吗？啊？所以说你们两个现在商量一下嘛，不是同居，是合租啊，合租。但是姐，你会做饭没有？会啊，我什么都会。还会做饭？那天你们煮那个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特效，好不好吃吗？那个？这个先放一边。好吃。但是饭吃不下。饭有点硬哈，那个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你要去老外那里住的话。不能喝太多那个饮料，知道。每天喝的懵懵的，那搞不好的。哎，这个能做到没有？知道。那老二，你这边什么意见？姐要去跟你合租的话，问题不大，是吧？问题不大。那个崔总说一下吧，是不是？但崔总不是在外面吗？那崔总只能扫地出门了。那个没办法吧，是不是？救命！可以，那你们两个再商量一下细节吧。等一下，我叫谁？姐啊。还有个问题，我忘记问了，这个要问清楚。你现在是单身没有？这个要问清楚。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别到时候你老公打上门来，那老二就惨了，你这搞不好的。这个真的呀？是不是？如果是单身的话，合租嘛，也是合租啊，你们。我们是合租的，又不是男女感情的。男女感情这个我不好说，是吧？现在目前的话吧，就现在还是朋友关系。你去老二那里住也是合租啊，各睡各的，知道吧？是。这个后面你们怎么发展，这个东西我就管不了了，你们两个看着来了。知道得了吗？好，你这边既然是是单身的话，那就还好。如果是吧，没有老公就好，有老公那就真搞不好。行，那就确认了啊。决定。哦，这个零食是给老二的是吧？是啊。可以，老二那你看着来吧。谢谢姐还是很有很到位，很对，还是很暖心啊。那你拿着吧。崔总，有个坏消息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？你要被扫地出门了。扫地出门了？二哥那里你不能住了，应该。为什么？那个90大姐说要去二哥那里合租，这个事你怎么看？合租的话，我等一下不行的话，我就在周总那边睡呗。对啊，那二哥那你就住不了了呀，只能住两个人呢。那我就是看吧，找个地方睡就行了，问题不大。那你就要自力更生了啊！自力更生。如果确定那个920那个大姐要去老二那里住的话，那到时候你就只能搬出来，打包走人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